抗议宣传时用旧人卡发绘本作为主题，让小朋友讲新世界童话故事，其中还有议论的由来，同旧人念童谣来到地方唱起故事，有还有童谣儿童问小朋友同家长看下好卡。我们家不会讲客语，对，是阿公阿妈会，但是就是没有传承到我们这代来，所以我们比较不会。对，蛮好的，也有那个亲子互动，像是像这个风车组装，就是小朋友跟大人一起组装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做得很好。阿你们还不错啦，因为无无卡就唔会讲，来参加个活动吼。就好较多啦。云林县政府嘅抗疫讲故事亲子工作坊，希望本小朋友同家长透过新世界抗疫故事，结合手作同互动游戏，本身人听卡学卡，进一步有机会讲卡。利用绘本的故事来跟孩子们来做用客语的解说哈，让客语呢的活动性以及互动性能够更好，然后也让孩子以及爸爸妈妈在家庭里面也能够说客语。抗疫讲故事工作坊对九月初二开始，分别到龙宝乡同义仑乡的公司的幼儿园办理十场抗疫讲故事巡讲，希望利用安尼本客家母语实在打下基础。客家新闻李新龙云林报道。